我到啦！啊！我们的消费感知。我觉得是假的。我们准备跟那个 Cola 拍照。我们现在要去看那个 aquarium， 去看我最怕的动物，就是 crocodile。家人们，你看它，然后你看它 ，Oh my god！ 到了这里的 aquarium。哇，这够长的。超级大的 aquarium， 看我 OK， 我们有我们的 rhino， 然后我们有我们的 zebra， 还有那边是我们的 giraffe。 干嘛拉买萝卜出去啊？家人们，因为我弟弟很饿，所以我们来到了一个地方，叫做奥加纳，是我的cousin brother 的老婆介绍的。家人们，这个就是那个 charcoal chicken， 我叫这个 tabuli salad， 我不知道我妹妹讲还要 try， 看，是我讲我要 try， 可是它闻起来哦。很像那个 KFC 的 coleslaw 的味道。我一起一大口。好脆，我觉得好脆。它是咸咸酸酸。然后香菜，好吃吗？家人们，你看这个女孩子跟我讲，她来这里减肥，她现在跟我讲，妈呀，真香，超好吃的，妈呀，女生，这个就很像那个小丸妈，但是它比我们马来西亚小丸妈好很多，因为那个 garlic cream。很好吃，然后它的那个鸡肉，鸡肉的很好吃，它的鸡肉很好吃，它的那个茶锅它又加了比较多盐，然后有一点酸酸的。它的 chips 很好吃，很好吃。然后我要订那个 garlic cream， 哇，它真的非常好吃啊。嗯，然后我不还是肉好吃，很好吃。我们拿了这个是 passion fruit 的，然后我妹妹的是 pear and rhubarb 的 family talking， 快乖，拜拜，另外看我们的衣服，因为差不多要回去了，所以全部在洗衣服。那我现在先睡觉啦，今天的 vlog 就到这里，拜。